这个藏民大哥想拿他卖的东西啊，他在这里卖的东西换我的东西。一个这水晶，他说卖7-800，水晶，还有一个叫天珠，还有一个天珠，还有一些这些小饰品，这个会发光的，然后用这些东西来换我的东西。我这边给他选择的有一个新的保温毯，还有一个美的的热风机，还有一个也不知道猴哥合不合算。这里有一个岩骨的卡式炉啊，新的，还有一些气罐，我就让他选一个东西换一个东西嘛，他就想要这两个东西，然后我就挑两个东西，我就挑一个这个嘛，这个说实话在拉萨也就20块钱，然后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，也就100块钱吧，那就换这两个吧。看这个是啥呀，这个石头上有个龙的条纹，不过这个条纹应该是假的。你拿过去，你都给我换了，你还给人家卖？那你去吧，他如果要的话，你去卖，你先去卖，不要的再给我。还有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值不值钱，狼哥，啊，石头染的。不是，他刚才那个有个银的手镯，叫藏银，在拉萨10块钱就买了。刚才他卖给一个女顾客200块，然后那女顾客还180，成交。我都这个能多少钱呀？它不贵。我不是看它贵，我主要是收藏。天珠，这不行啊！那不行，不行。这个我那朋友脖子戴的一模一样。这种在拉萨可好买。没有旧的，你那新的吗？行吧，那我收起来了，大哥。完了，生意没成，生意失败了，猴哥。没，本来就是个纪念品嘛，本来就是纪念品，也没说它值多少钱。这个刚才也给你试过了，就插上几秒钟就开始热了，也很热。你这个，它也是新的吗？不是新的，这个估计也是新的，没有老的。这边只要。那个人告诉我，只要市面上看到的这种天珠都是新的，只要能看到的都是新的，老的人家也不会给你拿出来看，除非是专业的玩家买家，人家才可能有一两个老的，这种绝对是。一会儿咱们准备出发，血拼线。大哥，看看还有啥东西吗？那充电宝也给你了，啊，充电宝，我看一下。不贵，70块钱。再加这个吗？你俩换吧。70块钱。我跟九点，我们俩先上山去。你把那个发光的再给我。发光的小彩球，能发光吗？那个能发光，但是就是能发光，其他的不知道。先搁屋里先过个光，先可以。它主要充电宝。这个，这个要采光。这个。自水镜。三个。好吧，换我的三个。恭喜我猴，写这个生意做成了啊！生意做成了。用那个电热毯，来这个水晶电风和充电宝换了一个水晶，一个天珠，成交了啊！发光弹，我用我的那个热风机，还有电热毯，新的电热毯，还有一个充电宝。走吧，收拾东西吧，咱走吧，拿住了别掉了，掉了就没了。充电宝换一个这个彩蛋，发光吗？这玩意会发光，你看看会发光。而且光呢？还有一个热风机，美的的热风机，换一个这个彩这个水晶。它是外边涂那一层发光头层，那个就像夜光表，不是吗？那玩意儿啊，里面啥没有是吧？里边就是普通一石头，它多少带点透明的石头啊。然后再一看，像透明似的。啊，还是狼哥懂啊。不是，这玩意儿你拿着玩的玩意儿，你非得跟他较真儿，那就没必要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主要是记忆。紫水晶，还有一个天珠，挺结实，来看看。狼哥，看看这水晶几个成色？是看不懂啊，不会看这玩意儿。多少钱你要？哎呦我的妈，掉地下！给你了，30块钱卖吧。拉倒吧你！二手你300，你要二手的？你看他是拿过来，你已经是二手的。我买二手的，我指定我昨天新的才给50，二手我不给你30啥的。我这现在是淡季，我卖600-700，到夏季旺季的时候都1000多。再给我一个东西吧。他现在没有东西卖，这哎小东西真的，给个小东西。因为我直接都拿给你了，小东西。小东西。
800。小的没有东西。哎，啥东西？其他有什么？这买完钱都给。其他没什么，给你个手机要不要？什么嘛这个？手机。哪儿的？不能上网，只能打电话。打电话，这移动嘛，电信嘛。啊？哎，没电了。移动嘛，电信嘛，这个。都有，移动、电信、联通都能。这个还是我留着吧，它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这熊爪子，熊的爪子。我说你那个牙是藏獒的牙吧？什么牙？不是不是，这是狼牙的，这是熊的爪子嘛。这熊爪，换我的手机，我那个不是智能的大头手机。这个大哥一直想要我这个手机啊，说打电话方便，这里远离县城，他说，他就用这个，说的是熊爪。上面还有毛的熊爪，给我换这手机啊！我要它也没用，就是个备用机，送给你了，就这样吧，够吗？充电没有？没充电，那就是通用的。充电那个就是，这是什么？这不。